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著作里曾经提到过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海上极乐世界，那里有着高度的文明，国王贤明，军队强大，是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中心。可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却因为一次大地震和海啸，在一夜之间沉入大海。2000多年来，有关亚特兰蒂斯在哪里的猜测数不胜数，而今许多人猜测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就是那个离奇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这里究竟流传着怎样的故事？这里是否就是柏拉图所提到的海上极乐世界呢？圣托里尼岛，古名为希拉岛，于1207年被改为圣托里尼。圣托里尼岛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最南端，是希腊最著名的岛屿之一。基克拉泽斯群岛位于爱琴海的中部，在希腊语里，基克拉泽斯的意思是圆环。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组成群岛的几十座海岛构成了一个环形，而圣托里尼正是位于这些群岛的最南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如果说基克拉泽斯群岛是散落在爱琴海里的珍珠项链，那么圣托里尼就是项链坠上那颗最亮的钻石。圣托里尼岛有三个小岛组成，其中两个岛有人居住，中间的一个岛是沉睡的火山岛。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多次火山爆发，公元前1500年那次最为严重，岛屿中心大面积塌陷，原来圆形的岛屿呈现出今天的月牙状。在圣托里尼岛上有很多造型古朴的建筑，它们大多以白色为主，屋顶是蓝色的，与天空海洋混成一体。这些蓝白建筑构成了圣托里尼岛独特的风景线。而放眼望去，岛上的建筑大多都是建造在悬崖顶端的斜坡上，赤褐色的悬崖和白色的房屋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令人好奇的是，建造房屋的斜坡角度基本都是在70度甚至以上，这又是为什么呢？人们之所以在悬崖顶端的斜坡上建造这些白色的建筑，主要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圣托里尼如此独特的地形，完全是板块构造的结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圣托里尼所在的位置介于亚非两个大陆板块之间，地壳活动频繁而剧烈。3600年前，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让原本圆盘状的圣托里尼岛中部断陷下去，化为一片内海，而四周残余的部分则形成了新月状的主岛和其他几座小岛。此后，火山爆发仍然不时发生，熔岩从海底越积越高，终于在1570年前后露出海面。之后的数个世纪中，每隔几十年或是上百年，就会有一次火山爆发，将滚烫的岩浆从地下3-4千米处喷出地表，而火山岛的面积就这样不断的变大。上世纪20年代中期、30年代之交和50年代，都曾经出现过火山爆发的情况。在圣托里尼的南端有一个叫做阿克尔提利镇的地方，阿克尔提利遗址当中的米诺斯壁画揭示了海洋对这个岛国文明的重要性。火山爆发毁掉了很多壁画，唯有一条绘有船只的岩饰在遗迹当中保存了下来。壁画当中会有一位年轻男子双手提着两串海鱼的情景，人体用赤褐色画出，形体表现准确，近似现代人，这是克里特文明的写照。这些色泽艳丽的壁画都出土于阿克尔提利的房屋遗址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对自然美景的描绘，
可以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大型陶缸，从他们的纹饰上，学者们发现了地中海东部文明往来交流的痕迹。这些文物明显受到来自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叙利亚、埃及甚至希腊本土的影响，这说明当时的圣托里尼正处在地中海东部海上文明往来的交叉路口上。公元前1650年前后，圣托里尼的阿克尔提利已经发展成为青铜时代爱琴海上一个发达的文化聚落，它与南边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但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克里特文明却在3000多年前突然神秘消失，这也成为困扰考古学界多年的难解之谜。通过科学家对圣托里尼岛上人类文明遗址的考察，证实了在3000多年前，这里曾经经历了一场历史上少数极具毁灭性的火山爆发，甚至引发了大海啸。这对克里特岛来说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因为克里特岛与圣托里尼岛相距仅仅60英里，克里特岛的港口和渔村毁于一旦，繁荣的克里特文明随之迅速凋零。在对阿克尔提利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阿克尔提利遗址与火山大爆发同时期的地层中，并没有任何人类的遗骸。是古人提前有所察觉而迁到了其他的地方，还是另有原因？这至今仍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今天被蓝色爱琴海环抱着的圣托里尼岛，似乎已经成为情侣们见证爱情最理想的地方。黄昏时分，来到伊阿镇最西端的小广场，等待红日慢慢落入爱琴海的那一刻，这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浪漫时刻，每天都会准时降临在圣托里尼。这个位于火山口上的小岛，或许从来都没有远离过危险，但是人类的活动却为天然的美丽不断增添着新的活力。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丹寨蜡染在现代社会中如同一股清新的风，令现代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温馨。人们从精湛的蜡画技艺到娴熟典雅的东方色彩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数千年古老文明的真谛。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丹寨蜡染。